又再死。我们的鸭有抗体，为什么要扑杀？留给我们鸭农一条生机，拜托拜托！如果再下去，我们都要去跳楼了，我们要死了，活不下去了，拜托拜托！没有，因为我们不能死的，拜托鸭农，留一条生路，给我们让我们活下去。给我们活下去了，我们又要忧郁症都要出来了，拜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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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为我们生，留给我们一条生路，留给我们一条活路，好不好？绝对要按照我们的标准，否则的不拆缸。他们认为他们的种鸭已经产生抗体，不需要屠杀，再给他们一个月的机会。但是他在要复验呐，对啊，要至少复验。但是他很多病毒。而且鸭子这一次的病毒是我们以前没有发生过的，啊，所以我们不会去。所谓没有发生过是指啥？是已经有六 H5N8 还有六个碱基，甚至我们发现了七个碱基，这个我们还在做啥？所以只要有新型的，我们绝对要扑杀，啊，绝对要扑杀。